高脚杯摆在洗衣机上，来个简单小实验。一边的水剧烈摇晃，甚至四处泼洒，一边的几乎感受不到震动。原来这是日本家电的最新技术——低震动科技。それに加えまして、振動と音にもこだわりまして、夜中にでも洗濯ができるようなタイムシフトを考えた商品になっております。还有这个自动清洁洗衣槽的技术，也在展场上让民众大开眼界。最新公开的吸尘科技更号称能侦测地板灰尘量，调整吸力，还有碰到了墙角不是掉头就走，反而会反复再三更仔细的清洁。ポイントはですね、小さな設計を小さく抑えまして、隅々までお掃除ができるようにいたしました。就连最后搜集到的肮脏灰尘也利用最新的技术压缩到最小的体积。各式各样的家电科技快闪台北展出，也让人佩服日本人不愧是生活智慧王。记者张玉煌星辰，他报道。